请这位国际巨星，而且非常的够意思，真的，掌声欢迎宋美琴。Hello， 米琴，中间请，中间请。Hello， 跟大家打声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易湘婷。那有先看过《德烈》这本新书吗？有，稍微看了，我一开始看的时候，我以为是看错了书。我说不是，我的是食谱书吗？对不对？对，我前面写真机吗？大家都是这样结合。比如说拿一个南瓜在身上之类的。哦，下一本可以考虑一下。下一本对，我不要打扰大家。我们今天现场蛮静默的，是因为大家都静静在欣赏陈德烈的写真。所以大哥想说啊，什么时候报好了嘛？还带什么礼物呢？哎，好可爱，我本来也这么想的。一定是米琴的啦，哦，这么可爱，一定是米琴的。然后还有两个便当盒来现场，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吗？我先讲我的好了，因为我的非常丰盛跟璀璨。你讲之前，我们现在人体的极限，这样可以吗？大家可以吗？好，非常美味的一道菜色，有成的要送你哦。我们这是好朋友，开玩笑，好朋友才会这样。对，所以好朋友准备了也是一个小礼物。哎，太感谢了，我帮你拿麦克风。好朋友准备的礼物是什么呢？人来就好了，不要这样子啦。你来不来，我就要感谢了。对啊，忘了，我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了，来吧。噔噔噔噔，三二一 ，surprise！ 哇哦，哇哦！等一下，你是要现场变魔？稍微注意一下，注意一下，对对对，千万不要曝的太光。对，你是很期待它曝光吗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好，小心小心。好，来来来，我下来喽，下来喽，可以喽，来三二一 ，Go！ 耶，哇哦，哎，小心小心，看来非常的不稳。来三二一 ，Let's go！ 米琴，你不要配合他，你就好好的坐稳，下，坐好坐满，好吗？来，第三下，哦，加油加油，第四下，米琴人超好的，他根本自己 hold 住。好，右边可以吗？等一下。